上一集说到呢，这个苻坚基本上统一北方之后呢，就惦记上前粮这个张天锡，前粮政权，率领十三万大军，亲自前往攻伐。最终呢，这个张天锡啊，确实是不值得一攻，因为他内部太混乱了。张天锡这个人太淫暴了，因此呢，前秦大军一到，很快。 就把这个钱粮给灭掉了。这个十六国当中，钱粮，他从张轨开始算起，共传九世，七十六年。由于钱梁啊，一直他是以晋朝为正朔的，他没有称过帝，所以说《晋书》当中呢，并没有把钱粮这个张氏和那些啊使臣认为建委之君列在一起。击灭了钱梁，大英雄苻坚呢，又派兵十万去讨伐呢代王石义健。 你想前秦的兵势太威猛，那位代王呢？这个石一剑本来也是一世之雄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最后呢，居然被他儿子出卖，绑送给了个前秦的这个军队，代国呢，由此也灭亡了。当然了，石一剑的后人后来又建立起赫赫北魏，独步中国北方。我们在这里呢，暂且不表，就跟你这样说，北魏的前身代国也是被苻坚灭掉了。 苻坚作为这个如此大国的一个帝王啊，他对那些投降，或者是被他军队生擒那些亡国君臣啊，从来不杀，都在长安啊代以豪宅大官，大宅子建的，大官让他们干着。但是呢，他最恨不忠不义之人。你看，战胜代国之后，他马上下令把那个不孝不仁、把他亲爹绑起来求降的这个代国王子拓跋俭军。 在闹市当中车裂了。对于向前清归附这个部落首领呢，哎，这些人他还亲自教这些人什么的儒教礼仪。当时呢，西域那些小国一听，哎，辅坚大帝这么好，这么仁德，有天威，因此呢朝贡不断。一时之间呢，什么大渊国的千里马，无数的西域的珍异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什么琉璃器啊，黄金白银，冲塞着秦国的这个宫库。 东晋太元四年，也就公元三百七十九年，哎，苻坚手下的前秦军,军队呢，又攻陷东晋的襄阳，俘获了东晋的中郎将朱旭把这个人押送长安。朱旭呢也是一表人才啊，马上得到苻坚的赏识，苻坚封他为度支尚书，官还挺大。那么在此期间呢，苻坚的这个堂兄弟啊，苻洛，哎，造反，兴师动众，最后呢，苻洛。 呃，还、啊、的手下大将呢都被俘了。你想，你跟这苻坚是打不过的。那么，对于这些造反的亲族，说句实话，放在任何朝代、任何君王这肯定杀掉。但是呢，苻坚不仅对这些人没有杀，连罚都没怎么罚，只是让他们换个地方接着当官。你看，平定了这么多小国，前秦的疆域呢越来越大，秦国国力越来越强。苻坚呢，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也不免奢侈，宫内悬挂的都是珍珠做的木帘，殿宇啊修建的特别豪华，他的乘的那个车呀牛马用的装饰品金银啊宝物我都上去了。所以说呢，当时哎尚书郎有个叫裴元略的，这阵儿就进谏了，以秦始皇穷奢极欲最后亡国这种史实为例子呢，劝说苻坚，咱们建金玉，珍古博，爱惜民力，就是你要以金玉为鉴。 以这谷物啊、丝织品啊这些真正有用的东西，要以此来当做珍惜的，要爱惜老百姓的这个财力物力。苻坚呢，这个人就听劝，非常高兴，马上下令，那宫内的珠帘给我撤了，然后就封这裴元烈为检易大夫。前秦当时啊，的国土广大，他就效仿了周朝那样分封诸侯，于是呢，他就分辅姓皇族的支姓以及亲近贵族三千户啊，分镇四方。 离别之时呢？你想，这都是府坚这个皇族啊，包括他皇族的支系啊，都是很亲的这样的家族啊，悲嚎哀痛，酸感行人，就这些人一哭啊，周围的人听着都忍不住泪下。那么当时的有识之人都私下认为，哎，这就是秦国前秦丧乱流离的赵相，而在首都长安呢，这个府间却安插了数万户。 他灭了燕国，灭了代国以后，俘虏的那些鲜卑人，还有那些羌人，还授予这些人告官，呃，大宅、大官让他们坐着，大宅子让他们住着。那确实呢，他当时的他这个度量，绝对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确实是有君王之大度。面对这种现象呢，府监的大臣有个叫赵长的，这是个文臣，有一次呢，陪同府监啊，在宫内的这个宴席上喝酒吃饭。 他就古琴而歌，阿得旨，阿得旨，远西众人留鲜卑。一旦缓急与俄谁？这后两句好理解，你看，把自己这个底族的权贵，这个宗室都远西到远方了，把这个什么鲜卑的这些人都留在城中，一旦出现有什么急事儿，依靠谁啊？ 阿德指阿德指这两个词儿，应该是当时的这种底足的，可能类似于方言的唱什么歌，先说两句。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现在大伙儿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反正咱们知道后头那两句意思就行了。苻坚呢，当时肯定听出来这个大臣赵整的他这个谏劝的这个语义了，以笑而不纳。从文治方面讲呢，苻坚在位期间，那绝对是对儒教大大的推动。 啊，对这前秦的封建化这个进程啊，绝对是居功甚伟。他的所谓这个封建化，实际上在文化方面就是汉化。那么这种汉化为背景，受到最大冲击的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苻坚本人，他所属的这个部族氐族。因为相比五胡当中啊，其他四类种族，匈奴、鲜卑、羯、底羌嘛，氐族从汉朝开始呢，就在川陕一带和汉人杂居，实际上已经非常汉化，所以呢。 进入关中之后呢，这个氐族上层啊，呃、哎，他进一步汉化的动力很弱了。那么你看，苻坚对待氐族，都把他们远西到这个周围远方做军事殖民来用。但是呢，他对于其他他灭亡的什么燕国、代国啊那些，包括先前投降的俘虏的这些，无论是南北吧，驻小国的皇帝和贵臣啊，这些人他重用。那么重用这些人。 除了苻坚性格本身他比较宽仁以外呢，还是因为这些人呢和苻坚他并没有同族关系的这种牵涉。如果前秦国家一直保持强势，没有淝水之战的战败，那些人对他的地位没有任何大的威胁。所以说呢，他当时啊重用外人啊这个疏远自己的同族，实际上也是一种用人策略。 可见呢，大英雄苻坚经过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前秦国家国富民强，北方基本统一了。当时只有偏安一隅的东晋啊、呃，没有征服。那么攻克东晋襄阳啊、呃，俘虏了这个朱旭之后呢，苻坚就认为自己统一天下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呢，他大会群臣，说出自己呢伐灭晋朝的想法。接着呢，他还集思广益，大臣们各抒己见，说什么都行。 出乎他的意料，当时所有的大臣除了秘书见朱仝以外，都反对，认为晋朝君臣和睦，上下同心。你看，他有长江之险，咱不能轻易攻打。苻坚他自己也有道理，他言之做作,作啊。你看，楚前夫差威灵上国，勾践能一举成秦，孙皓呢成三代之业。你看，司马氏军队一到，君臣受服。晋朝即使他有长江之险，我认为有如虚设。我们现在。 兵力这么多，偷边于长江，偷边可以阻流啊！群臣一听呢，你看皇帝非得要罚晋，一时间的意见无法统一。但是大伙众说纷纭，苻坚这个时候就很烦躁，挥出群臣，你你们都出去吧。他只把他亲弟弟苻融留下来，哎，两个人商量。苻融当时掏心窝子流泪劝苻坚，他认为罚晋朝三不可：第一天象不利。 吴越之地有福相，古人特迷信啊，特相信天命。第二，晋国国君是明君，臣下有谢安、桓冲这样的江表伟才。第三，咱们这个国家连年征战，兵疲将倦，上下都有畏战之心。最后呢，傅融还把王猛临终遗言又复述了一遍，顿首泣诉，在那磕着头流着泪，对他哥说：“伐晋必无功而返，而且陛下您呢，宠信鲜卑。” 羌酋、羯族这些各族的降人，这些人遍布国都，手中有兵有权。而我们氐族本族的皇族、贵戚，还有那个氐族大军呢，都在远方偏僻的地方守边呢。如果我们现在倾国而去，攻伐晋国，一旦出事儿，后悔根本来不及。在辅戎之后呢，包括辅坚的最信任的大臣权义，受辅坚宠爱的他那个最小的儿子辅申。 包括国师道安，就是和尚了、啊，数十人跪在那儿磕头，或者是给他写书奏，就劝他千万不要伐晋。苻坚呢都不听。真正旗帜鲜明支持苻坚大帝攻伐晋国呢，只有先前投降的燕国勋贵慕容垂。而且呢，苻坚发兵前，哎，这些人他都与自己的子侄辈做好了趁乱复国的各方面准备。当时呢，慕容垂对苻坚说的话特好听。 陛下英明神武，而司马昌明敢以一语之地拒称王命。司马昌明就是东晋孝武帝了。如果不加以征伐，我们怎显出我们大秦的威德、啊？从前孙氏跨据江东，最终呢被晋武帝派兵吞并，这是天意气运使然。微臣我听说小不敌大，弱不敌强。如今我们大秦上应府命，以陛下强兵百万，能将如林，神魔独断。 怎能把龟缩在江南的这样一个建尾之朝，贼虏留为子孙后代之忧呢？陛下您应天顺人，应机独断，您不必啊问群臣该断不断，这样啊会耽误您建立不世之功这样的机会。苻坚听慕容垂这样一说啊，特别高兴。哎，于吾定天下者，唯卿一人而已。你看他把慕容垂当好人了。其实呢。 肥水之战前啊，前秦啊虽然盛极一时，但都是表面的荣光。它的内部隐藏着无数的民族矛盾。为什么呢？河北辽东，哎，包括河南以北那地方，都是慕容鲜卑的余部蠢蠢欲动；山西、陕西北部都是山胡，山胡是匈奴的支系，那些部族盘踞着。关陇一带呢，羌人和泸水湖到处都是。那么赵魏一带，丁陵部族四部，丁陵也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 少数不族，山西东北、内蒙一带呢，拓跋鲜卑又自成一系。至于广大的中原地区，你想汉族多数民族啊，相比之下，氐族人数稀少。而近期呢，苻坚又把将近十五万户，啊，氐族的雄武之士派往四边，充作军事殖民之用。因此，呢，他这个国内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矛盾呢，就是实际上还是挺尖锐的。因此呢，前秦国家内部的结构实际上是非常脆弱。 当然了，我们后人看历史，那事后诸葛亮，苻坚败了，所以我们就说他是一意孤行。你看后来隋文帝杨坚得胜了，我们就夸他这个高瞻远瞩。苻坚毕竟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帝王，他知道一个概念：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他胸有大志啊，苻坚，他正是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而且他要以天命正统自居啊。当然，他要主宰南北江山。 而且这种统一的意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中啊特别有深厚传统的这种政治心理积淀，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呢能够不断涅槃重生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内核。所以说呢，苻坚的呃他这样的这种意志力，我们还是应该加以赞叹不以成败论英雄。淝水之战之前呢，前秦军队呢攻陷这个襄阳呃，俘虏了这个大将朱旭之后呢。 又集中了六万步骑呢，进攻三阿，就是今天江苏的宝应，一时之间就使得健康的东晋君臣啊大为惊骇。当时谁主持朝政呢？谢安，他得到信息之后呢，马上派遣他弟弟，呃、啊，征虏将军啊谢石，统领水兵屯聚在途中，就是今天安徽的滁县。而后呢，他又派他侄子谢玄从广陵，赶紧往那个三阿那地方奔，击退了秦军的进攻。 后来呢，东晋和前秦军队呢，双方就互有胜负，就等于呈现胶着状态。晋朝大将桓冲呢，当时任荆州刺史，他在公元三百八十一年，哎，这个在静陵，就是今天湖北的潜江啊，派他的侄子桓石虔击败了前秦的军队，斩首近一万，活捉一万多。那么东晋太元六年，就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六月，桓冲本人亲率十万进军进攻被前秦军队占领的襄阳。 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苻坚听说襄阳附近秦军的军队失败呢，就挺生气的，派他儿子苻睿呢，还有慕容垂率领部骑五万去救襄阳，数路俱进。慕容垂这人呢，还挺善于用兵的，他连夜命令手下军人每人持十个火把，便挂在树枝之上，光照数十里中。桓冲呢，以为了无数秦兵来援，最后呢，畏惧耳环，退保上明。 就是今天湖北的松滋。那么谢安在桓温死之后呢，深知晋朝中央政府应该保持有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这种嫡系部队。他当时就以土断为手段，在北来侨民当中征募了大批强壮的年轻男性，当时就号为北府兵。由谁指挥呢？由他侄子谢玄负责训练指挥。虽然这支北府兵不过十万人左右，但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食土怀恨的北方流民子孙。 和因为难以忍受啊，各地少数部族政权的高压统治，冒死逃至呃江东的这些汉人，这些人斗志昂扬，战不息死。因此呢，北府兵的这个军力也特别强盛。苻坚呢，当时为了一举击灭东晋，在江南的力量就秦国的国内下诏，命令每个州十丁遣一兵，征用公私马匹，部计二十五万为先锋，慕容垂做统帅。 而后呢，他自己亲自又率领六十多万的这个骑兵和步兵，其中呢骑兵二十七万，前后千里，金鼓相闻。发兵同时呢，这府坚已经在就长安啊，就修了好多大宅子。他已经预先把东晋的皇帝，呃逮过来之后，封为尚书左仆射，谢安呢为吏部尚书，桓冲呢为侍中，而且那大宅子什么的，府邸连门匾都写好了，就是准备。 得胜之后，安置这些被俘的这些东晋的皇帝和大官。东晋朝廷听说北方的苻坚、秦国的这个皇帝倾国而来，赶紧调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的为前锋都督，加上比如谢衍啊、谢衍是谢安的儿子，什么桓义啊这些将领，就是所有的兵马加一块八万多人，等于就做全力抵御前秦的这个来秦。因此呢，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淝水大战当中啊。 北府兵就成为东晋一方的战斗主力。战争初期呢，前秦一方的军队进展特别顺利，傅融等人一举攻陷了这个东晋的坚城寿春，把这个东晋的平鲁将军的徐元喜、啊、安西太守什么王先这些人都给征服了。慕容垂呢，也这个一路上攻城见地，还杀了不少晋朝的将军。那么前秦的将领秦长呢，也率领五万劲卒，屯于洛涧，多次打败晋军。 晋朝的朝廷接报，你看都是些败讯，就赶忙派谢石、谢玄、谢琰、怀义等人呢，前赴后继，不就到前线？由于忌惮前秦梁城，他所率领的军队不军威呢，哎，这些人在离洛涧二十五里之处呢，啊，晋军就停下来了，逗留观望，啊，就不敢再往前前进了，因为都知道前秦那梁城的军队特别能打。那么东晋的龙骧将军胡斌，啊，先是坚守峡石。 很快呢，粮尽兵瘦，没粮食吃了，天天呢假装运沙子当粮食来欺骗秦军。哎，我们自己还有吃的。私下里，这胡斌就派人送信给谢石这些晋将，就声称啊，现在贼胜粮尽，敌人太强大了，东西都吃完了，表示自己恐怕没有命了、啊，再向朝廷复命，就很快我们就要阵亡了。送信人突围之后呢，没走多远，就被腐荣的军队给俘虏。 这前秦的府融军队也是宗室啊，大喜啊，飞快的派遣人马驰告苻坚，要求大伙儿迅速进军，一战而胜。苻坚看到府融信大喜啊，他就害怕晋军的主力不战先跑，以后还难收拾，然后他就马上让他的这个大军啊，你们先在项城，先屯扎着，他自己只率八千轻骑背道而行，直奔寿春而来。 所有这一切呢，禁军方面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本已经守不住了。但是伏羲、祸兮，人算不如天算。东晋龙骧将军刘牢之忽现山有，他也不知道就是敌军有多强大，他自己亲率五千禁兵，趁夜进袭前秦的这个梁城大营，他竟然趁乱斩杀梁城等十名秦国大将，杀掉秦军一万五千多人。这个人有突发的神。 梁城多大声威啊！那帮晋朝那些将领听见他率兵在此，都不敢过来了。结果这个刘牢之啊、呃，一下子就率领五千兵马就杀敌一万五千。谢师等人呢、啊，一听说梁城已经败了，立刻胆气倍增，水陆俱进，迎敌而来。那么到了这个地步，前秦和东晋双方的战事如何发展呢？我、嗯、们下一集。 真正来到了战场前线，苻坚呢和他弟弟苻融两个人登高一望，看见晋国的部队啊是布阵齐整，将士精锐。北望呢，八公山上草木啊都像人的形状。其实呢，那些东西啊都是晋朝会稽王司马道子害怕的秦国的军队，临时抱佛脚求拜中山之神时候，用那些草和纸板扎成的人形木偶。 还有那些这个仪仗鼓吹啊，留在林木之间，本来是丢在那儿跑的，结果呢，哎，在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了。看见这种状况呢，尤其是看见晋朝军队这精气神儿啊，苻坚这个时候开始心虚了。转头呢，他就对弟弟苻融说：“哎，这些禁军确实都是劲敌呀、啊，怎么能说他们人少呢？”为了打心理战，苻坚就先派呃先前被俘虏的。 晋朝的大将朱旭，现在是他秦国的度支尚书嘛，前往晋朝的军营游说谢石那些人，赶紧投降吧。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也确实上天不保佑这个秦国。朱旭他一过去，就把府监军内的虚虚实实全部都告诉给谢石。您啊，应该马上和秦军先头到达部队进行决战，如果把他前锋给挫败了，肯定就能成功。 真的等到秦国百万大军陆续到来，我们晋军根本就不可能跟对方进行这个单打独斗。当时呢，前秦大将呢张豪正在这个肥南大败谢石的军队，谢玄、谢衍率领数万兵马在肥水一侧接应。结果呢，张豪一看那边有人不敢追，所以他在肥水的另一端呢就列阵。晋朝将领谢石呢就派使臣去通告。 呃，与自己对阵的前秦的这个总指挥，傅融，就这位王爷、啊，怎么说呢？还挺客气。您大军深入，置阵临水，这不是持久之计啊。希望您稍稍后退一下，空出双方战士格杀战斗的空地。这样一来呢，我与您立马观赏我们部下的争杀，不亦乐乎。出乎意料，傅融竟然答应了。 当然，你说这个府戎是个傻子，当然不是，他绝对不是宋襄公那种啊食古不化那种君王。这个人也是能文能武的人中之龙。他本意呢是想待其半渡而击之，结果呢在得到府监的首肯之后，这府戎就同意现实的这个建议。好吧，就指挥前秦军队往后移。谁知道就是这一个命令。 秦军等于刚刚一确认，刚刚往后的一撤，本来是想空出一个地方来引诱这个晋朝军队渡河到半截来打的，结果刚刚一倒脚，有人就在秦军当中啊啊就大叫：“秦军败！”了，谁呀、啊？那就是朱旭，就先前投降那个晋将。秦军当中，你想那鲜卑呀、羌啊、羯、啊啊、各族兵丁，包括丁玲什么那些，本来都各怀鬼胎，都不愿意打仗。 一听说秦军败了，这一声音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掉头就跑。而临河秦军再往后的部队呢，根本就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一旦看见黑压、啊、压一帮溃兵，洪水般压来，乱糟糟的践踏，这帮人也扔下兵杖，转身就跑。傅融当时急了，策马就想阻止那些逃军，慌急当中呢，他那马被自己的军队啊给弄倒了。 倒在地上之后啊，就被人杀了。总指挥死了，统帅死了，前秦的军队溃败涂地，晋军这个时候乘胜而进。狂逃过程当中呢，苻坚他自己呀、啊，他都被刘建射中了，因此最后他单骑逃到淮北，一路上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秦军的仓皇啊，逃奔不止。所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的都从苻坚这儿来的。 晋军呢就乘胜接着追击，收复了寿阳，还俘虏了前秦的这个淮南太守。撩开历史的迷雾，淝水之战，如果我们真正去分析，可能呢实际上算不上特别以少胜多的战例。所以说我们一看历史书，哎，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实际上不算。为什么呢？当时苻融三十万军队、啊，西至云城，东至洛涧五百里驻守，沿途呢还得拨出几万军队啊。 分别驻守这个要冲，所以说号称九十万军队，实际上当时在肥水的，在岸边这边的估计也就十多万。你想秦军的战线特别长，前军已到达阵前，中间都是队伍，最后的部队还刚刚从长安出发，哎，太多人，将近一百万。反观晋朝军队东进的，东晋的本来就有八万精兵严阵以待，加上后来新加入的兵力，总共也有十万左右。而且这些人是以逸待劳啊，内部团结。 特别是西晋灭亡之后，汉族士庶到江南地区的这些人，对北朝政权那种残杀屠戮的那种遗留的畏惧心理，都化为抵抗的这种同仇敌忾之意。因此呢，双方兵力并不是说以少胜多这么简单，兵力差不多，当时在淝水两岸。因此天时地利，再加上走大运这种偶然因素，呃，最终呢，使得大英雄府间的一统天下的这个美梦成为泡影。 那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释的是，东晋的宰相谢安，因此战一举成名啊，无数诗词歌赋啊都赞扬他，史书上却看不见任何有他排兵布阵那种计策，只记哎他胜利之后啊，得到消息之后呢，他当时和别人那种下围棋嘛，对客人说了一句“小儿辈虽破贼”，神情还特淡定，只是他进屋的时候呢，因为内心狂喜，脚步过重，踩断他那木屐的那种后跟 根据我自己的梅老师的愚见，淝水之战东晋战胜的偶然性、偶然因素是占绝大绝大的面，等于撞上大运了，所以才取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胜利。如果真正失败，我估计谢安和那个先前那信口雌黄的西晋宰相这王衍也是一样，明示潇洒，国王他都不会色变。 淝水大战之后呢，前秦的元气在这儿是完全大伤了。你想，先前秦国军队那么辛苦征伐的灭国的，这鲜卑啊、羌啊那些部族酋豪，纷纷举兵反叛，啊，建立割据政权。而前燕的慕容家族当中呢，慕容垂返回前燕的故地，而后呢，慕容宗族那些子弟的个个跃马披甲，遍地狼烟。至于羌族呢，姚苌等人也重新崛起。 丁零乌丸啊，相继也反叛，等于中国北方又重新陷入四分五裂当中。苻坚呢，返回都城长安之后呢，只能固守长安。你看见前燕的贵族背信弃义，他就把先前他被他俘虏的前燕皇帝慕容伟叫过来，叫他面前大骂：“你说你们家族这兄弟子侄，布列上将，当时虽然你们是灭国了，我待你们就如同手足一般。你说你们到了长安，就跟回到家里一样。” 现在呢，慕容垂、慕容冲、慕容宏，个个称兵造反。所以你们这些家族人面兽心。汪亏我以国士待你们，啊，真是心太软了，下场太惨了。虽然如此呢，苻坚看见在自己面前又流泪又磕头，又说自己啊，确实对不起啊，这个慕容伟啊，这些人，你说到这份儿，你把他都弄死，来，还是不忍诛杀。长安城外呢，慕容伟他的弟弟慕容冲率领军队歼灭了这好几万的秦军。 就占领了阿房城，对长安步步逼近。慕容冲这小伙、啊、是个阴险狠戾的小白脸他十二岁的时候，前燕啊就国家就亡了。当时和他十四岁的姐姐就清河公主一道呢，就等于是被苻坚都纳入自己的后宫。当时他是作为娈童服侍苻坚。当时呢，这姐弟也专宠，就是苻坚天天跟这姐弟俩人在一起。最后呢，还是那个大臣王猛玩命的进谏。 就是这个人，你不能老留在身边。就敌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王爷，最后等于是把这个鲜卑小白脸呢，就给他一个大周刺史做，把他就是从京城外放到外任。慕容冲呢，这个时候率领鲜卑大军进攻长安，苻坚呢这个时候哎站在城上看，心里就感慨啊，忽然之间这个鲜卑军队一下是这么强盛的为了延缓对方的进攻呢，他还派人呢送一袭锦袍给慕容冲。 想打动对方，你看咱们从前毕竟有枕席之好，断袖之欢啊。结果慕容冲说什么呢？孤家现在以天下为己任，我就要夺取天下，怎能看着一件锦袍这样的小小的恩惠？如果你现在束手来降，我们慕容家对待你也不会比你从前对待我们家差。你看旧情反目才最可怕。苻坚当时气得几乎吐血，大叫道：“后悔不用王景略和杨平公之言。” 杨平公是谁？就是他先前战死那弟弟慕容，使白鲁敢猖狂如此。慕容鲜卑人皮肤都白皙，所以说这个府监啊称他们为白鲁。长安城内呢，这个时候还有数千个鲜卑那个从前的那些王公贵族，在大宅子里头好吃好喝的待着。慕容伟呢，就从前这燕国的皇帝也不闲着，秘密召集族人准备埋伏人马，啊，把这个府监给刺杀了。 结果呢？消息泄露了，苻坚大惊，这才下令诛杀慕容伟父子，还有他的宗族。至此，长安城内的鲜卑人，无论是少长还是妇女儿童，全被杀光。也正是从苻坚开始，灭人国者如果不忍心对亡国家族下绝杀令，劝谏者往往以苻坚这个游人妖名，啊、呃，当做一个呃反面例子，致使后代亡国的皇族啊。 几乎很少有得到保全的。那慕容冲，他在长安城外啊，率领鲜卑大军围了这么长时间，城中啊已经没有粮食吃了，慢慢就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苻坚呢，就把他最后的家底儿啊都掏出来了，宫内所有的吃的都弄出来了招待群臣。当时参加宴会那些打仗的将军呢，也最后分不到几片肉吃，因为人太多，东西太少了，这些人塞进嘴里不敢咽下去。 然后马上骑着马回到家，叫吐肉以遗妻子，就把嘴里的肉吐出来，就跟那些动物似的。家里老婆孩子分一点儿，呃，能延一天两天的活命。所以说呢，数月之间，战事四起，长安一带的百姓死亡无数。慕容冲这小伙子还特别英勇,勇，他自己率众亲登长安城，勇猛攻杀。苻坚大帝本人呢，这个时候呃，也不顾皇帝之尊，也是全身甲胄，亲自督战。 他当时也是在城头飞石满身，你想这么多箭，甲上都插满了那些箭头，血流遍体，还是指挥手下的军将杀敌。最后呢，哎，这个苻坚竟然听信有个陈言，什么陈言呢？帝出武将九常德，你坚城当时长安还没被攻破了，他自己就是让自己的太子苻弘守城，然后呢，他自己率领少数人马就冲出长安城。我这个时候你想，皇帝都走了，长安城肯定不能守了。 这个慕容冲，这个鲜卑的，就是派出兵马大掠长安，一下杀的当地血流成河。你想，从前这两个人耳鬓厮磨，现在呢，呃，完全成仇人一般。苻坚呢，率领这少数人马，很快就逃到陈延中所指的这个武将山，在哪儿？在今天陕西的这个岐山县。到那里呢，竟然被先前投降那个羌族首领姚苌派兵包围了，因为那个是他的势力范围。前秦兵马在这本来又不多。 一时崩溃，苻坚身边最后呢只剩下十来个侍卫。这个时候呢，苻坚还行，帝王风度不改，他就坐在那儿啊，跟没事人一样，还招自己手下厨师来给我上菜。不久，那那个羌族大将的姚苌啊，他手下将领吴忠这个尺马赶到，就马上命令人把他苻坚给我捆起来，就送到了新平。继而呢，姚苌又派人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特怒。 玉玺已送晋朝，怎奈送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贼？姚常呢？你挺生气啊？他就是又让傅坚，他当然不是亲自说，派人你把帝位禅让给我。傅坚又接着又骂：“善待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儿，姚常你算什么东西？敢自比古代圣人？”姚常呢？闻言羞愤，就派人把傅坚大帝就勒死在新平佛寺，时年四十八岁。他跟随的儿子这个傅山。 两个这个女儿，什么福锦、福宝，还有他的夫人张氏等人，一看抚坚大帝被人勒死了，当时都自杀了。特别奇怪的是呢，就抚坚大帝被弑了在新平，哎，淝水之战东晋一方的幕后总指挥谢安也在同月病死，所以一南一北两个大人物同时离开历史舞台，确实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一种巧合。那么纵观抚坚啊，他这个人。 他这一辈子的这个，尤其治国理政这方面，他有四大善事：文学优良、内政修明、大度容人、有功赫赫。纵观中国古代帝王，真正能够做到这四点，寥寥无几。那么苻坚呢？他与王莽这种君臣相得，两个人共同呃治理的这个国家，确实是明锐果决。苻坚，我觉得失败最主要还是在于他呢，就是在北方基本平定之后，他不知道与民休息。 而且呢，又对那些慕容氏呢过分的宽纵，结果呢，心腹之患未除，又举兵伐晋，最终呢，等于是一跃而视天下，就成为后世基本攻击的对象。那么，苻坚在新平佛寺被这个姚苌派人勒死之后呢，留守长安的太子苻宏呢，他也守不住长安，很快他就率领手下少数人马突围而出，一路辗转呢，最后呢，竟然向敌国东晋投降了。 那么，一直镇守邺城的，就是另外一个大的奸城的府坚的庶长子抚丕，受到鲜卑呢慕容垂二十万人马围攻，情急之下也向晋将谢玄求救。你看，从前的敌国现在就互相开始求救了。谢玄呢，这个时候就派大将刘牢之率领两万军马带粮草来救。你想，鲜卑的军队个个能战，东晋政府呢又无意中原，刘牢之不久呢就受命率领晋兵的回撤到江东。 辅丕呢，也只得仓皇逃往晋阳，就是今天山西太原。听说苻坚啊已经死了，辅洪呢啊已经这个率领人马投降晋国了。辅丕啊，索性就自己在晋阳称帝了。辅丕这个人也了不得，辅丕字永叔，呃，在他,他从年轻时代就聪慧好学，博览经史，而且呢，他的老师是谁？就是那老将邓羌，啊，他对兵法特别熟。这个人也是文武全才，他的志向就是。 复兴秦国，于是呢，他让他自己的大将王腾守晋阳，自己率领大军四万进取平阳。平阳就今天山西临汾。当时呢，关中的鲜卑族人、啊、是由慕容永带领，要经河东回河北。起先呢，这人他不愿意和苻丕开打，只求借路。苻丕不从，就派手下大军进攻，结果反而被那些急困思归的鲜卑军队打得大败。 所以当时啊，上天都不保佑这个秦国，运去金成铁，十来铁四金，斧劈手下最后打的只剩三千人，就向南奔逃到东原，就往那个方向奔，就今天河南西安那块儿。他这个时候又想趁机呢袭击东晋的城池，结果呢，东晋的杨威将军哎正想找个软柿子捏一下邀功，闻讯而来就半路腰击这些败亡的敌军，战中呢就把这斧劈给斩了。 把他太子抚宁等人也都俘虏了，然后直送建康。东晋朝廷啊，这阵儿还好，没有落井下石，就把这个被俘获的这个抚宁等人也没杀，就把他送给谁呢？送给抚红因为抚红现在已经投奔到东晋了，也也就算晋朝这个将领和大臣了，就送给抚红了。那么抚丕败死之后呢，那些氐族剩下的残余力量就推举谁呢？推举抚间的一个族孙叫抚登的，啊，以他为主，他们从那扶韩起兵。 与姚常等人展开激烈的这个战争。福登这个人呢，特别能打仗，他特别恨杀掉福建大帝这个羌人。当时天下大乱，交战各方都缺军粮，因此福登每次攻打羌军，都把羌军尸体称为熟食。每次击励手下战士，就说：“汝等招战，目便饱肉，何患一击，不怕我怕没有粮食。早晨跟那些贼人打，晚上你就有这个军粮吃，你不要害怕吃不饱。” 剩余的敌军呢，这是怀有必死之心。每战之后呢，又大嚼这个人肉，所以说呢，斗志更加高昂。姚苌得知消息之后，就赶忙召回和苻登啊，正在相持，他的弟弟姚硕德就说：“你再不走，你肯定被这苻登吃掉了。”当时姚硕德也吓得赶紧逃回到姚苌的大营。苻登呢，在晋孝武帝太原十一年，就公元三百八十六年，他也称帝。 他就立府间的神主，就是那种木像、那种牌位在军中，然后呢，这个车内呢建黄旗，然后玉宝青盖弄得特隆重，然后以精甲武士三百人护卫。哎，这个神主，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率领将士预先向府间的神主敬礼。府登深念府间大帝这种酷渊，就是你看最后愣死于先前他救过的叛徒之手。每次在敬告神主之时，都慷慨流涕。 他手下的将士目不敢愤，都在铠甲上刻“死修”二字，就死了才修，是以必死之心。而且这些人战法奇特，每战都以那种长槊勾刃、方圆大阵、厚薄得体从中分配，人自为战，所向无前。什么叫哀兵必胜？这叫哀兵必胜。因此，辅登呢，一路进展顺利。他们到达胡空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手下人越来越多。 已经有十多万，什么底族啊、汉族啊，人民归附。然后呢，底族和羌族这个相战日久，粮食也吃没了啊。说句实话，你说这个时候被杀掉的那个敌方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尸这个尸体可吃，怎么办呢？只能采那个桑葚啊，当做食物。辅登呢，求战心切，他就率领铁骑一万多啊，在姚昌大营的环池就围着大营在那儿奔，在那儿跑，而且四面大哭。 哀声动人，就打心理战。姚常呢，一看外面哭声震天，一一听就是敌军围着自己的骑马在那转圈儿，边转边哭。然后呢，他也就下令三军：“你给我回哭。”因此，当时这一幕就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有趣的一幕，最奇怪的一幕。你像敌军方面，他因为激愤，万口通哭；羌军呢，他因为恐惧，也万口其嚎。此情此景。 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含有。姚常那个羌军啊，当时是屡战屡败，他就认定什么呢？哎，还是苻坚大帝这人有神验，因此呢，他也在自己的军中啊刻这个木像，然后就把他当做苻坚大帝的神主，并亲自祷告说：“你看先前新平之祸，就是指他把那个苻坚勒死，并不是我啊姚常的罪过。微臣我的兄长姚襄呢，从前在陕北被陛下与苻黄眉啊所击杀。” 是他、啊、在梦中给我托梦，让我杀陛下报仇，并不是我的罪过。辅登乃陛下您的殊踪他尚欲报仇，微臣我是为亲兄雪耻，合情合理。陛下过世为神，你怎能借辅登之手而报复微臣呢？我立陛下神像于此，愿您听臣至诚，勿计成过。你看他把这个福坚大帝都勒死了，现在我跪在这个福坚大帝的神主面前，在那儿絮絮叨叨，装神弄鬼。 即使姚长刻了一个辅坚大帝的神主在他自己军中，辅登对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宽纵，因此继续挥师进攻。而且呢，他登高到那木楼上，就指着姚长大喝：“自古至今，哪有杀掉君主，最后反立君主的神像来请福的人？你别再妄想了。”接着呢，辅登又放声高呼：“杀君贼姚长出来！我与你单挑独斗。”姚长呢，实际上、啊、他心里真害怕。 他自从立这个府坚神像以来，羌军啊依旧是每战不利，啊，军中夜夜惊恐，就经常炸营。见没有效验呢，姚常又命人哎、呃、击鼓数遍，又把府坚神像脑袋砍掉，然后又给这府登军阵当中给扔过去了。你说最后装神弄鬼半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效用。府登这方面的连战连捷，等于这俘斩了数万的羌军，在得胜麻痹之下呢，府登忽然。 还遭到姚常的夜袭，辅登的他的妻子毛氏，他两个儿子已经大将数十人，都在这个混乱中被杀了。呃，损失这个百姓的五万多口，要不就被羌军杀掉，要不就被羌军抢走。接下来呢，在马头园安定两次大战，辅登又败。虽然数战数胜，一直迷信神怪，这个杀君贼姚常啊，总是在夜间夜中梦见辅间向他索命，神思恍惚，姚常就病危了。 府登得知消息之后啊，即刻又率领将士礼拜府间的神主，就希望府间大帝王陵保佑自己成功。那么得知姚常呢，在这个安定扎了营了，府登呢马上率领军队就急急啊，就赶往安定。姚常这个时候呢，哎，病势又稍缓了，亲自安排呢他那个进兵啊、布阵这种这个策略，他就派出枪将夜间主动呢袭扰府登的营垒。 府登呢，他就太害怕夜战，因此他就畏惧退兵了。姚成又亲率大军，就一直追着这个府登军队啊，一直追着打，打了三十多里。平明时分呢，军士向府登报告，贼驻营已空，不知所向。哎，等天色一明朗，那府登想和这个姚长大军决战，哎，姚苌又不知道哪儿去了。府登当时也大惊，就感叹道：“何物老枪，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 魏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死枪同事，何其不幸！心灰意冷之余啊，府登就收这个残兵啊，退保雍州。不久呢，这府登委任的肉丞相窦冲就叛乱了，自称秦王。府登率兵进攻，窦冲呢在这儿赶紧向姚常求援，因此呢，府登这个时候等于是一路人马又损失了。再后，姚常病死了，他儿子姚兴继位了。 傅登听说姚常死军大喜，说：“你看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驰之。”于是呢，率领全部的敌军向关中挺进。傅登刚开始的时候进军还挺顺利啊，把这个什么姚奴堡啊、博普堡啊都攻占了。后秦呢，这个诶、哎、新军姚兴呢，率军就忽然逆集敌军。傅登当时见到后秦军队比自己这个军队多出这个好几倍，他就往废桥方向撤退。不料呢。 姚兴手下大将有个叫尹伟的，李靖呢在那个桥口那儿等着他们呢，率领兵马。至此，抚登的底族军呢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奔跑行军一口水都喝不上了。哎、呃，等于到这个时候已经渴死了就三分之一的人马。绝望之际呢，抚登挥军和这个尹伟交战，呃，一下子大败。夜间呢，大军忽然又开始扎营，抚登单骑就奔亡到这个雍州方向。 留守胡宏宝的府登的儿子府崇呢，与府登的弟弟这个府庸，听说府登战败消息，他们竟然置最后的老巢于不顾，马上率领人马就出奔了。你说你在这这么大的一个奸城里少了不，他跑了。如此一来呢，这个底族的军队就一下子望风溃散。你想，府登率领手下残军到了胡宏宝，一看这地方已经不是自己了，无所投靠，只得逃往平凉。 那么在马毛山中啊，这个收集于众，同时呢，他以自己的儿子府崇为人质，向陇西鲜卑，哎、呃，就一个部族的头人叫乞伏乾归的，就求他，你给我弄点救救兵。马毛山呢，在今天宁夏的固原。那乞伏乾归呢，虽然也是鲜卑，哎、呃，但是呢，从前跟这个府登还有点交情，就派两万人马来救援。府登呢，拼死一搏，全来追击这个姚兴啊，就决战于山南。 所以说时兮命兮不佑英雄，两军一接战，辅登大败，而这次他没跑了，在临阵就被杀，时年五十二岁。那他几个儿子呢？不久呢也都战死，也都被杀。至此，我们想前秦自福建，在这个晋穆帝永和七年，就公元三百五十一年称帝，到孝武帝太原十九年，就公元三百九十四年，这辅登被杀呢，共经历五世，四十四年。这十六国中的前秦。 那么前秦淝水大败之后呢，东晋的将领气势如虹，接连收复襄阳、益州、凉州等地。同时，呢，谢玄率领大军北伐，连克彭城，啊，这个青州，啊，邺城，啊，迫使当时的慕容垂逃往中山，中山就今天河北定县，啊，来躲避晋军的兵锋。那好景不长，东晋朝廷啊，他当时没有恢复中原的决心。 不久就把刘牢之这些人都撤回江东了。河北、关中地区啊，根本就不能恢复；河南之地啊，很快就不保了。淝水大战之后不到十年之间，你讲黄河以南战略要地接连失守，南燕就是鲜卑慕容德他建立的，他最后在哪儿建？竟和在青州，就今天山东东部那地方建立起南燕的这个王朝。可以说，你想就距离这个东晋这么近，就可以说对东晋是个绝大的讽刺。 那么那些在万死之中逃出升天的北方汉族人民呢，在由北而南逃亡途中呢，不仅没有受到东晋朝廷这所谓子弟兵的欢迎，反而不少呢被晋朝的军队当作牲口，哎，当做了俘虏抓起来，卖到江南各地的世家大族当中当做奴仆。所以如此官军啊，他又怎能真正博取中原汉族士庶这种真心拥戴呢？ 所以，北水一战之后，北中国重新分裂，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大夏、西秦、南梁、后梁、西凉、北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长期混战，互相征伐不休，兵马多年，血雨不停。这么混乱的情况，一直等到北魏王朝的崛起，才最终呢到达一个段落。所以，我们最后呢回忆一下苻坚大帝，他就是妄图仅凭他自己那一腔这个尧舜王道这种热血，就想统一南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苻坚大帝最大的短板在于什么？就是他在于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运用帝王的权谋。这种柔人的性格，在王蒙死后呢，他又没有深谋远虑的官僚集团来加以群策群力的支持他，因此呢，最后苻坚大帝他就不可能有效的治理国家，控制臣下。因此呢，苻坚大帝苻坚这个人绝对不是一名合格的乱世君主。 因此，就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评说苻坚，就说他什么呢？聪明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因此呢，就讥讽他说是妇人之仁。 上几集呢，讲述的是东晋啊这个十六国时期，哎，前秦帝国的灭亡。现在呢，我们就要该说回到东晋。如果按照这个真实历史来、哎、改编电视剧，那么说起东晋孝武帝他的非正常死亡呢，实际上还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公元三百九十六年十月深秋这一天夜里，健康清暑殿内呢，丝竹阵阵，曼舞翩翩。 阵阵酒香啊，氤氲在、啊、你看这寿炭啊所烘托的内殿之中。当时呢，这个东晋孝武帝呢，司马昌明，三十五岁，天天沉迷酒色，而且已经是沉迷酒色多年。当天晚上，他依旧还、啊、和一帮美人在一块欢饮，他那色眼迷离啊，就望着身边身拢轻纱的、啊、这个宫人，在那儿跳舞，啊这个舒其广袖。 曼丽的这个面容呢，不断的浮动。估计当时深秋时分，天气越来越冷。那么孝武帝司马昌明呢，比平时又多喝了几杯热酒。酒酣之际呢，他就望着身边一脸冰霜那个宠妃张贵人。孝武帝当时就开玩笑：“爱、哎、妃，你都快三十了，以你这年纪，按常理也该被朕、哎、废掉了。我更喜欢你看这些年轻貌美的女人。” 一听，这就是一钢铁直男，说话一点都不带拐弯。说着话呢，孝武帝哈哈一笑，啊，羊头呢，又喝了一大杯。随即呢，他又眼望那殿中艳丽多姿那些众位美女呢，就不停的点头，击节赞赏。他就等于又沉浸在音乐当中。张贵人当时没眉尖挑了几下，那似乎没什么表情，但滔天的妒意和恨意。 已经在他心头，在刹那之间是滚滚而过。很快呢，这孝武帝司马昌明就喝醉了，就斜倚在软榻之上，醉入酣甜之乡。你看这张贵人呢，罕有的哎清真美酒啊，像当夜执勤的那些患者大到辛苦。你想，皇上宠妃给自己敬酒，那些这个患者们又惊又喜，个个跪地狂饮，不一会儿呢，也都大醉如泥。 张贵妃这个时候呢，就把人叫过来，把那些值班的这些患者们都送回到住处歇息。这个时候呢，暗红的灯烛之下，望着孝武帝沉睡的面孔，留着哈喇的嘴，想着两个时辰前这位帝王要废除自己那种话语，张贵人就杀心顿起。他还特冷静，他就坐在旁边的席位上，指挥他手下四个贴身的这种侍女。 把数床锦被蒙在孝武帝身上，就命令他们这些人把那个被角都给我捂紧了。又想了一会儿，决心已定。张贵人自己眉眼当中是寒光凛凛，轻衣莲布，亲自坐在孝武帝已被数层锦被这个蒙盖这个头部。孝武帝这个时候已经是空气短缺了，痛苦挣扎啊！但是你想，这么多床锦被，这锦被比现在棉被还要不透气，严丝合缝。 几分钟之后，这被子里这个低嚎啊，就完全安静下来。司马昌明，你想，这位做帝王期间，哎，手下他那个英杰，曾取得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战役当中最大胜利的肥水之战，他作为主持的这样的一代君王，竟然因为一句玩笑话，被他自己的宠妃这美人和他手下的几个婢女活活闷死，由此呢？ 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死的最窝囊帝王之一。看节目的各位男士，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平时你这个对这个老婆呀、啊、对爱人啊，这个言行，你顺便感谢一下对方的对自己不杀之恩啊？那么到了黎明，张贵人就对外声称，皇帝呢是阴眼暴崩，啥意思呢？做噩梦被邪魔弄死了。史书怎么记载呢？时太子暗弱。 会稽王司马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你看，东晋孝武帝堂堂一国之君被人谋杀了，而这个首逆张贵人竟然没有收到任何的处分，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宫廷史上最离奇的事情之一。由此呢，孝武帝司马昌明的太子司马德宗就继位了，十年才十三岁，这个人就是东晋安帝。德宗这个东晋安帝啊。 他还不如西晋时期那个晋惠帝，这孩子少年人不仅不会说话，他连寒暑饥饱这感觉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一活动的植物人，是完完全全的大傻子。但是呢，这大傻儿子再怎么样是堂堂皇太子啊，顺理成章他就当上了皇帝。幸亏呢，当时这个晋安帝他同母弟，琅琊王司马德文，哎，这个少年人恭谨聪明。 自懂事开始啊，就这个小孩就一直在东宫陪侍这个他的太子这傻哥哥，伺候这傻哥哥吃饭、穿衣、上厕所、睡觉。因此呢，建安帝登基之后，当时年仅十岁的琅琊王司马德文，就这小孩完全就成这个傻皇帝哥哥贴身专职保姆，天天扶着这肉傀儡上殿入朝，以尽他皇帝的所谓的义务，就坐那坐着就行。淝水之战之后呢？ 东晋是大胜空前，但东晋的政局呢，实际上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示：“福兮，实为祸所伏。”你想淝水之战大胜，事前啊没见史书上这个谢安有任何周详的筹划，胜后他却大费心机，先上书推辞朝廷授给自己的太保荣衔，为什么呢？害怕父子都有大功勋啊，就怕为自己为朝廷所遗迹，所惦记上。接着呢。 就是把他们这些桓氏家族啊，都从那些特别呃险要的地方都给调走，然后把他们职位都互换，呃，安排停当之后呢，呃，谢安这个时候还挺想了，呃，帮助这个东晋一统天下，因此呢，他就上书自求啊、呃、北征。谢安当时名为北伐，实际上他是干嘛？他是害怕当时在朝中专权的孝武帝的同父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 因此，他出镇广陵，不丘，在那儿筑起新城，想法使自己远离健康那个政治漩涡中心。公元三百八十五年，哎，这一年呢，谢安呢就偶感身体不适，他就很怅然对左右说：“我从前桓温在世，我常常恐惧也遭到这桓温的杀害。当时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乘坐桓温的轿子前行十六里，啊，见到一只白色公鸡，就停止不前了。你想，我能够乘坐桓温的这个轿育。 啊、嗯，那这也就是代替他吧，代替他位置这种预兆。行十六里，可能十六年吧。如今呢，正好整整十六个年头了。白鸡，我梦见那个白鸡主有啊。今年太岁在有，恐怕我这一病就好不起来了。你还别说，不知道是心理暗示，还是确实这预言有效。没过几天，一世英名的谢太傅谢安撒手人寰了，呃，时年六十六岁。 谢安一死呢，当时东晋朝中权力最大的，所有的权力集中谁手里？就是这个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中。当时呢，朝廷下诏，就是称司马道子这个人是神师营远，啊，所以说把所有的权力，全部国权，都交给这位孝武帝的这个亲兄弟身上。你说这个司马道子真像当时朝廷诏书啊任命书上写的说他是神师营远吗？ 正好相反，这个人啊长得特漂亮，面目俊美，但完全是绣花枕头一个，天天啊就是啊这个酣饮欢歌，就是喝酒吃饭，然后看这舞蹈，吃喝玩乐呗。平时呢，司马道子身边呢还有好多小人。那么在朝堂之上呢，司马道子最宠信的人呢，就是当时中书令王国宝。王国宝这个、你看这个名字挺俗，现在觉得，但这个人来头特别大。 他的爸爸是东晋简文帝时期中书令王坦之，我们前几集讲过，他岳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谢安，但王国宝本人完全没有节操，这个人呢，平时呢善于这个谄媚高官，而且人心非常险恶。谢安在位的时候，对这个女婿宗室啊，总是根本就对他也看不起。但由于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因此对王家大少爷。 就借这个关系和手握大权的这个皇帝亲弟弟申相啊交纳，你像小人见小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他还时不时在司马道子面前啊讲述他老丈人谢安的坏话。司马道子原先他的王封啊是这个琅琊王，那么孝武帝后来呢封他自己的二儿子这个司马德文，就那小孩为琅琊王。 就改封他这个弟弟司马道子为会稽王，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会儿这个人是会稽王，一会儿又变成琅琊王，这都是一个人，就是这司马道子。那么当时的王国宝听说孝武帝啊，慢慢对这个亲弟弟司马道子产生一意之情，他就立刻墙头草随风倒，他就当时对这个孝武帝就谄媚，就开始天天陪孝武帝酒肉玩乐了，啊，就不怎么陪这位王帝了。 那么，这位皇帝高兴之下呢就答应为儿子琅琊王呢，娶王国宝的女儿为王妃。自此呢，王国宝自然就疏远了司马道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然而，最能识时务的人反而是墙头草。那会稽王司马道子呢，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挺愤怒的。你看，你现在跟皇帝这个关系好了，又跟我疏远了。因此呢，他就在这个内廷当中就当面斥责王国宝：“你这人脚踏两只船。” 甚至呢，两个人话不投机，他还掏出这个腰间的木剑来扔他。啊，那不是真剑，当时王爷大臣上朝的时候都不是用真剑，都是用礼剑。啊、虽然那个人弄不死人，但是扔在脑子上还挺疼的。因此呢，这两个小人灭妻告一段落了。啊，从前那交情、啊、一下就没了。司马道子这个人特别好酒，啊，天天做长夜之饮，因此呢，总是喝得昏头胀脑的。 你说你醉就醉了吧，这位、个、二百五王爷吧，还特别不稳重，他不顾身份乱讲话。有一次呢，宾客满座，数百人的大宴会啊，他不是说几席，那数百人大宴会，他坐首座。司马道子呢又喝高了，当时呢，桓温大将军的儿子桓玄也在座中，当时也是个官员了，频频举杯，小心伺候。司马道子脑袋不知道转错哪根筋，他看了看桓玄，忽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言。 桓温晚年想造反，想做贼，是不是这样啊？大殿之上，一听这个司马道子这样一说，鸦雀无声。桓玄一听这王爷这样说，赶忙跪伏在殿中，满脸流汗，不敢抬头。我们要知道，古人特别讲究忌讳。对桓玄来讲，有人有一次，哎、呃，误在他面前找人就温酒来，桓玄就流涕不止。为什么呢？温是他父亲的名讳。 别人提他父亲名讳没有避讳他，他当时就非常悲痛。你看现在倒好，当朝皇帝的亲弟弟，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仅直接叫他父亲的名讳桓温怎么怎么样，而且说桓温当年要做贼就要造反，因此当时桓玄又羞又愧又惧又,惧又恨，又憎，五味杂陈，如坐针毡，如临深渊。我们想当年桓温晚年确实想篡位，但是呢？ 在行迹方面没有过于显露，而且司马道子的父亲简文帝，他的亲哥,哥孝武帝之所以能登帝位，就是因为桓温啊废黜了海西公司马懿，才使他们这一系的父子可以登这个九五帝位。你看司马道子不仅不不领情、不感激人家，你还当着桓温、桓大将军人家的儿子讲他老子要做贼、要造反这样的坏话，所以这个王爷也是混账至极。幸亏在这尴尬之时呢。 司马道子手下的长史谢重，哎，离席跪拜。他举起抄板，就正色说道：“已故的宣武公桓大人，辍婚立名，功超议货，外界虽议论纷纭，更应由殿下您加以定评，以正视听。”就说从前这个桓温、桓大人，那就跟当年的这个义演和霍光一样，把昏君废掉，把明君立起来。那意思，把你爹，把你哥哥。 这说话说的很委婉了，意思很直接。你说没有桓温，哪有当时的简文帝和今天的孝武帝？你哥哥、你爹去当皇帝，没心没肺的司马道子呢，当时有点酒醒了，呃，连连点头，用吴地方言就讲啊“奴资奴资”，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说的对。转过头呢，他向这个一直这个流汗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的这个桓玄举杯示意，哎，这个时候桓玄才敢抬起头来。 因此，当时他心中的恨意啊，那绝对是滔天。虽然当时哎有了个台阶下，但桓玄从那时候开始内心就不安了。他是对司马道子恨的是咬牙切齿，也种下了日后啊桓玄谋反篡晋的一种根苗。那么，孝武帝司马昌明被这张爱妃弄死之后呢，王国宝马上就重新缠附司马道子。这位王爷还确实不念旧仇。 哎，重新把王国宝呢引为心腹。王国宝的族弟当时做琅琊内史，这个有叫王旭的，啊，也和他的族兄一起呢，双双啊参与朝政，权倾一时。古今中外，凡是小人都有这样的本事，什么本事？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以利益为最终目的。他不惜折节屈膝，不惜甜言蜜语，不惜臭不要脸。何况呢，这会稽王司马道子呢，又是一个庸实暗劣之人。 哎、啊，这样人呢，你好得罪也好巴结。当时呢，前将军王公是孝武帝原配王皇后他的兄长，是晋安帝的亲舅舅。这个人呢，呃，在当时呢非常有清誉，而且他是王家嘛，视为高门。这个人清正不阿，他入朝啊，拜了这个孝武帝的坟陵之后啊，王公就常向司马道子正色直言劝他你不要没事老和小人亲近。 本来东晋朝廷啊，受王公的这个官职是平北将军，但在晋朝啊，有“北”字号的这个大臣将军下场都不好，大家都忌讳“北”字，所以呢，王公辞去这个平北将军就不干，然后朝廷就改封他为前将军。王国宝、王旭兄弟对这个王公啊，他们并不是一个族的啊，虽然都姓王，又惧又怕，王旭就劝王国宝趁王公入朝。 朝见皇帝的时候，咱们埋伏几个人把他弄死算了。王国宝呢，这个人本性特别怯懦，就没敢答应。会稽王司马道子呢，以为自己是建安帝的这个亲叔，王公呢是建安帝的亲舅，他起先对王公还挺客气，常和这位弟舅拉拉家常，讲讲心里话。但王公这个人，因为他特别直正直，每每言及朝廷的时政，马上声色俱厉。没事他就。 对着这个司马道子吆五喝六的，致使这司马道子逐渐是心生愤恨，就慢慢觉得这王公这人我得除掉。王公方面呢，他手下也有人劝他入朝的时候带兵，就把这王国宝这佞臣奸臣诛杀掉。由于害怕王国宝的好友呢，当时身为这个豫州刺史的于凯啊，兵马强盛，王公呢也犹豫不决，不敢先发。拜谒了皇陵之后。 离开这个都城建康嘛，他回到自己的这个镇所啊，大庭广众之下的王公依旧是直脾气，大声当着好多人的面就规劝这会稽王司马道子，你一定要敬纳直言，疏远宁人。你说他说的宁人还看那个谁王国宝他们，那么被王公称为宁人的王国宝、王旭兄弟等人呢，当时都是在送行的宾客当中，听王公这一说呢，心中呢又怕又恨。 这当朝国舅王公一走呢，这会稽王司马道子不仅没有像王公劝的那样远离宁人，他还下令了任命，啊，这个天天谄媚自己这个王国宝为左仆射，遴选。什么叫遴选啊？就掌管朝中的人事大权，并把东宫的卫兵啊全划拨给王国宝指挥。唯一让国人有一点心理安慰的是什么呢？是王导的孙子，当时任右仆射。 呃，这个官职的王洵呢，也被朝廷拜为尚书令。王洵这个人年轻时候曾做过桓温大将军的幕僚，当时他就很为这个桓大将军所器重，并预言他这个人能当黑头公，什么意思呢？就他等不到年老头发白就可以做三公这样的大官。王洵和兄弟王民本来都是谢安女婿，后来呢，王谢两大家族因为利益摩擦闹翻了。 这兄弟俩都被谢安逼着双双和谢家女儿离婚了。孝武帝末年呢，为了抑制司马道子的权势，那孝武帝到后来觉得这个亲弟弟这个权力越来越大，怕对自己儿子就不利，所以就抑制自己弟弟，就把王询呢调入了这个建康城内办事。那么王国宝、王旭兄弟掌权之后呢、啊，你想天天就是纳贿，收受那个贿金，根本就无法无天。 他们就不断劝司马道子呢裁撤王宫和荆州刺史殷中堪这两个人的兵权，这一下就内外大伙有识之士就觉得，你看朝廷啊要大事发生王宫殷中堪这两个人也听到消息了，他们也都以北伐为名，善假勒兵，各做准备。为什么？都北方这个敌寇现在要准备进攻我们，咱们准备有准备。没事就练兵啊，实际上是为了防备。 健康那块儿，殷中堪呢？这个人也是陈俊的世家大族出身，呃，也是个清谈大家，啊、呃，他年轻的时候啊，和当时有一大名士叫韩康伯这个齐名，啊、呃，这两个人一听殷中堪韩康伯，那都是理学大家，号称三日不得道德论，呃，别觉得这个舌头都动不了了。由此可见，殷中堪这个人虽然说名声很大，是个大名士，但他根本就不是将帅之才。 所以他到任之后啊，政事紊乱，没事怎么安抚民心呢？就小恩小惠，今天发点这个，明天发点那个。王公还阵之后呢，就深感自己啊，就受到威胁了，就主动派人联络尹仲堪，准备一起起兵讨伐王国宝等人。那么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桓玄呢，这个时候很想浑水摸鱼，他就撺掇尹仲堪起兵。 这桓玄啊，劝这个燕中开啊，劝得还特有道理。他怎么劝呢？你看王国宝兄弟擅权，生杀任意，但王公是国舅啊，他们不一定敢先拿他下手。明公您呢，是先帝旧人，你看被破格升任为荆州刺史，舆论大多以为您啊，并不是方伯之才，您没有那本事坐镇荆州。王国宝等人很可能就下诏以皇帝名义调您进京，把您兵权军权夺去，那时候您可怎么办啊？ 殷中堪当时被桓玄一语就道破心事，的忙问：“我忧此已久，又该如何呢？”桓玄就建议了：“你与王孝伯东西齐举，我桓玄呢举重相随，可见大业。”王孝伯就指王公，王公自孝伯。殷中堪呢觉得你看桓玄说的真对，他马上召集跟他自己关系不错的雍州刺史就叫西辉的，还有堂兄，他堂兄南蛮校尉尹济，商议大事。这两个人都不同意。 因为你看，你忽然起兵，这事情太大了。你主动起兵，你这皇帝又没对不起你，你有谋反之嫌啊。那么在健康方面呢？会稽王司马道子听说王公殷中堪，哎，这两人有异动，马上宣布在京城内外戒严。同时呢，他招来尚书令王珣，就问：这二番作逆，卿知之乎？就这两个人，王公和这殷中堪，想要这个叛逆造反，您知道吗？ 王勋呢，一直在朝中呢，受到王国宝兄弟排斥。他当时也只是个花架，就回答：“我一直不得参与朝政，对此事一概不知。”王国宝闻言呢，心中更是惶惧，他越发明白，你看王公，要是起事，肯定是专门冲我自己一个人来的。王旭那个人还挺狠毒，他就劝堂兄王国宝：“你假借司马道子的命令，先把王勋啊、车胤这些大臣都杀掉，把这些当时有名人都除掉。” 咱们再趁机裹挟这个皇帝，还有司马道子，咱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兵讨伐王公还有殷仲堪。那么你说这个王旭这个计划，司马道子听从不听从啊？王国宝听不听从啊？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讲到呢，这个王旭劝他堂兄王国宝假借司马道子的命令，先把王询、车胤这些著名的大臣都杀掉，然后呢再趁机裹挟皇帝还有司马道子发兵讨伐王公和殷中堪。如果此计得行啊，成功的几率啊，实际上还真小不了。但王国宝这个人呢，贪污的胃口特别大。 他裹于朱砂的胆子呢，却很小，典型啊是那种有贼心无贼胆的那种人。王巡和车胤，哎，得到这个宣召进到这个内殿之后呢，王国宝呢，不仅没有下令杀掉对方，反而问计于王巡，就问这个王巡，让他出主意。王公、殷中堪两个人起兵，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王巡呢，当时也实话实说。 就说这二阵起兵，不过是和您啊争权罢了。您彼此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啊？您也不必忧虑。你说这个，听这个王寻这么一说，王国宝呢还有点不放心，就接着问：什么会不会他们得势之后把我当曹爽那样给处理了呢？也就是说，像司马懿当年就把曹爽三族都给诛了，像那样都都全部都诛杀，是不是这样呢？ 你说王国宝这一问，就更暴露他在政治方面确实属于四个字：天真无邪。怎么可能那样呢？即使您有曹爽的罪过，但是王公那些人，他有宣帝司马懿那样的魄力吗？你看，这王恂还挺会安慰王国宝。王国宝一听这个话呢，心中稍安。他扭头又问车胤：“您怎么看？”车胤当时就表示：“如果朝廷发兵。” 讨伐王宫，他一定凭借奸臣聚首。哎，双方相对之时，那殷中堪承借上流之势，一鼓而下，直奔健康。到那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你说这车胤好不容易躲过一劫，他现在又吓唬起王国宝来。那么经这一席话，王国宝是面如土色，那杀人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本来王旭劝他把这个王寻和车胤两个人都干掉。 这两个人一说话，他把这个事儿完全忘得九霄云外了。赶紧上书，自求解职，以切待罪。哎，就说我这个我有罪。你看，致使这二镇起兵，跟我有关系。我把自己从前那个职务解除。你看，本来他手握朝廷的大权，禁卫军权、人事调动权。哎，他竟然被这个车胤的几句话吓破胆了，主动提出辞职，连稍作反抗的表示都没有。 确确实实是极其那种低下的庸劣之辈。不久呢，这王国宝又后悔了，他又对外诈称有招，自己恢复了自己的职位，因为本来他就领选、任命的这个组织权力都在他那儿，他假借皇帝的诏书呢，把自己全部职位给恢复了。你说他辞职也就辞了，或许最后还能保得一命。王国宝估计他回到府内啊，又被他那个堂弟王旭这一击，又后悔了，想再有新的动作。 那么这一番折腾呢，本来见识就很庸下、怯懦的司马道子那会计王呢，也知道自己这位左右手根本就不可能这个靠他。那么为了平息二阵起兵，他就把一切过错呢啊都放到这个王国宝身上，就派人啊以皇帝的旨意把王国宝、王绪逮捕入狱。很快呢，司马道子就是以皇帝名义赐死王国宝，就在狱中啊就让王国宝自尽了。 然后呢，把那个王旭呢绑于闹市当中，哎，这个开刀问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看，最终这两个人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首先被杀这个替罪羊。二王兄弟这个人头，这王国王去的兄弟人头还、哎、真管用。你看，王公一听这个消息，也就不好再接着进军了，因此率领部队退还京口。殷中勘虽然一直啊号称声援王公，但他啊。 从来没有真正发兵。听见王国宝被赐死这个消息之后呢，啊，他才上书举兵，啊，派遣部将杨全七进屯巴陵。那么司马道子呢，亲自写信劝止。颜中堪呢，这个时候也身坡下驴，率兵还阵，啊，好像都挺高兴。这个呢，事情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告一段落了。所以这二王的人头啊，啊，还是比较管用。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个会计王司马道子呢，他的儿子世子啊司马元显，当年才十六岁，当时他是以宗室身份，因为他毕竟是王爷嘛，呃，他的那官也挺大，是侍中。这个侍中这个官儿在当时挺大的。这个少年人呢，也算是个才俊吧，非常早熟老道。他就认为王公和殷中堪肯定会再次起兵，就劝他爹会计王司马道子，你赶紧早做准备。 司马道子越来越看，呵，这个儿子现在所见不俗啊，越来越有见识，大喜。然后呢，他就以皇帝的名义，拜这个自己的儿子、这个、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给他配了大批兵将，都归他指挥调动。同时呢，司马道子还启用自己司马宗室，就是那乔王司马尚之、司马修之兄弟呢为心腹，派司马尚之呢，他的手下一个参谋叫王瑜的，这个王瑜啊，这个出任江州刺史。 实际上，这个王瑜还是王国宝的异母兄长，但他先前呢，并不是因为这个王国宝被这个被赐死，他就获罪了。他他又没有犯什么谋逆这个大罪，而且王家大族就太多人了，因此呢，他还现在还被启用，干嘛呢？以防备这个王公殷中堪两个人再次起事，把他委任到江州。桓玄方面呢，一看王公殷中堪初次起兵无功而返。 自己也没捞到任何便宜，他就上书请求朝廷把自己调任广州。会稽王司马道子正好特别忌惮桓玄，在荆州殷中刊这个治内啊，两个人相互呼应，哎，他们两个人进，马上照准调任桓玄为广州刺史。桓玄接到这个诏书之后呢，依旧待在原地，他不去广州，他就拖延刑期，以观时变。当时的豫州刺史这于凯。 对朝廷割他手下的四郡呢，归那个王宇掌管，就特别不满，他就上书啊啊、呃、表示不同意。朝廷当然把这个他这个书奏驳回了。怀恨之下呢，于凯就派他自己的儿子于洪劝说王公、乔王司马尚之兄弟现在掌握实权了。这这俩人比王国宝还坏，目的就要借朝廷的名义削弱方阵的势力，他们就是要篡夺帝位。现在呢，他们谋议未成。 您应该先下手为强。王公这个人早就怀疑司马尚之兄弟对自己的外甥，那个皇帝啊，那个晋安帝不利，他就听从了于凯的这个撺掇，就告诉这个殷中堪、桓玄，咱们联合再次起兵。司马道子一听，哎，这个王公、殷中堪又起兵了，他就派人去先去拉拢这个于凯，表示说什么？你看，从前我和您在帐中欢言，恩同骨肉，如果王公得知。 哎，他入得朝廷，掌握朝廷，肯定认为您是反复小人。到时啊，我就怕您伸手，家族都不保。不仅您自己脑袋被砍了，您自己宗族肯定都完。于凯也很生气，他自己亲自写这个亲笔信，就给这个会稽王司马道子，因为他当初是王国宝的好哥们儿啊。他怎么说呢？当初王公赴京拜陵，正是因为畏惧我才没敢起事。去年之事呢，我一直等待朝命。 啊，准备行动。所谓的去年之事，就是指这个杀王国宝之前，这个王公起兵那件事儿。我待王爷您从未相负过，但王爷不敢并力抵拒王公，反而杀掉王国宝与自保。自那时起，天下人还有谁敢为王爷您尽力呢？我于凯可不敢以身家百口人的性命啊开这个玩笑。那意思我不敢。现在向着你，于凯呢和先前被这个会稽王司马道子刺死的王国宝两个人是好朋友。 因此呢，他不仅是因为就是那个王瑜把他手下的几个郡给分割了，不仅是因为这个恼怒，也因为老友王国宝被司马道子当替罪羊杀掉，了，恨恨不已。现在呢，得知于凯已经答应王公共同起兵了，已经在当地广征这个马匹啊、军帐了，因此呢，健康朝廷上下确实是担忧不已。哎，这个时候呢，年方十六七的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出生牛犊，丝毫不畏。 就劝他爸爸就说：“先前咱们不讨伐王公，所以才有今日之难。如果再放纵他，大祸可能就会降临到您头上。”司马道子呢非常忧惧，不知所为啊，不知道怎么办啊。于是呢，他就把所有的朝廷政事、所有的朝廷大权都托付给这个儿子，天天自己呢饮酒消愁。司马元显这个少年人，虽然说年纪很轻，像十六七岁的一个少年人，志气果锐，绝对是初生狗仔，他不怕虎啊。 包括一些富贵之人、奉承之人，包括他爸爸从前的底下那些谗臣啊，都来奉承他，都说他是什么呢？就是说司马元在神武不凡，有先前东晋明帝的那么那种风采和果断。由于王公第一次起兵的时候徘徊观望，殷中堪呢一直就很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么这次兴兵呢，殷中堪急不可耐了，但他自己并不会领兵，就把军事指挥权通通交给啊他手下的杨全妻。 杨全七当时那官职是南郡相，杨全七呢这个时候就当先锋了，率领水军五千先行。桓玄呢领兵呃跟着来，殷中堪呢他自己带两万军马随后而行。桓玄呢心怀鬼胎，咱就不用说了。这杨全七也不是善茬，按理讲杨全七他九世祖杨震是汉朝特有名的太尉，那么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呢，杨氏渡江啊、呃、比别的大族稍微晚了一点 后来呢，他又没能和江东民族呢，呃、啊，互相结为婚姻，因此一直受到的排挤，所以杨全七为此呢，一直是愤愤不平，很想因乱举事，一泄怒气，趁机呢，再使他们杨氏的红农家族呢，呃、啊，重新进入民族之列。那么建安帝隆安二年，就公元三百九十八年九月呢，杨全七还学、桓玄他们的兵船刚到了温口，那王愉啊，连一箭也未敢发，仓皇逃往临川。你看。 先前司马道子父子派来这个姓王的，这个王伯宝这个堂兄，呃，是完全没本事，从江州那儿嗖了一下就跑了。这个时候呢，晋廷上下硬着头皮，会稽王司马道子，啊、呃，就是委任他自己的世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派卫将军王珣，啊、呃，这个右将军谢衍，谢衍是谢安的儿子，带兵讨伐王宫。又派遣乔王司马尚之率领军马呢讨伐于凯。 于凯这个人，你看先前给那司马道子写信，指斥他这个对不起王国宝。真正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人根本就没军事才能，一战即溃，最后自己单人独骑，只能跑到桓玄那里去躲避。桓玄这个人是有智谋勇力的，他在白石那一带大破东晋的官军，然后呢就和杨全奇联兵直逼横江。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这兄弟俩也是草包啊，遇到这个桓玄一下子大败。 因此呢，禁军各路了，呃，都退了，只得回兵固守石头城。听知盟军得胜的消息，王公洋洋,洋得意。王公呢他这个人一直是以自己的这个门阀啊、这种才地啊，就是傲视人物。杀掉王国宝之后呢，感觉更是好的离奇，他就马不停蹄想立马展现他的兵威。你看，原本这位皇上大舅呢是没有任何野心的，但是权力场中的滋味就特别诱人。 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流连不已。那王公之所以有恃无恐，的两次起兵呢，都是靠谁呢？靠他手下的那个彭城内史刘牢之。刘牢之这个名字，你想，我们先前说讲淝水大战，绝对给人以横空出世之感。正是他率领五千北府兵，一举击溃苻坚手下名将那个梁城两万多的那个军队。 临阵斩杀梁城，还有十名前秦大将，极大鼓舞了东晋将士的必胜信心，等于奠定了东晋在淝水大战的最终大胜的一种今后基础。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淝水之战之后，刘牢之又率兵北伐，啊，进吞燕城、河南城堡，望风归顺。后来呢，后燕的慕容垂与苻坚呢在北方开战，东晋呢又派刘牢之呢就驰援抚批。 你看，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敌人。东晋、前秦，呃，从前互相打，你你打我，我打你，呃，到那个时候变成盟友，共同对付慕容鲜卑。后来的玉桥泽一役呢，晋军呢因为争抢辎重，因此呢就被慕容垂所打败了。刘牢之当时啊，策马跳五丈剑，啊、呃，得以单身逃脱，完全就是小说当中呃刘玄德那种啊、呃、一下跳过西涧的那种翻版，但他是真正历史上记载的。 这次失败之后呢，刘劳之从前那种冲天的杀气似乎一下子消失殆尽。后来呢，因为他因为不救廪丘之围那个友军，因为这个罪名他被免官了。所以说刘劳之啊是个军事上的人才，但在政治上、啊、他基本上是比较弱智，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那王公出镇一方之后呢，为了征讨王国宝，重新任用刘劳之，但王公这个人太傲。 累氏高门，王家高门，他又认为自己是皇帝的新舅舅，就待刘劳之这种寒人出身的大将就没什么礼数，他只是以武将啊，就类似于一个衙役啊这样的这种礼节来对待刘劳之，因此刘劳之心中呢也是身怀耻恨。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呢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少年人还是个阴谋家，赶忙劝说刘劳之啊，你赶紧抛弃王宫。 他答应什么呢？事成之后，我以王公所有的原先的职位，我都授给你。同时呢，司马道子本人卑辞下意，亲笔写信给刘牢之，陈说福祸。作为王公手下的呃最这个有势力这个大将刘牢之呢，在得到会稽王司马道子他们父子的这个写的亲笔信，他当初还有些犹豫，他就跟他自己的儿子就刘敬轩就商量。你看王公啊，受先帝大恩。 又为皇帝亲舅，不仅不奉戴王室，却数次举兵啊，还向那个京师。克节之日，他难道会屈于天子和会稽王之下吗？现在呢，我想奉顺讨逆，反击王公，你以为如何？刘敬轩，你想这亲儿子当然知道亲爹的心思了，就忙说：“朝廷啊，哎，虽然不是说尽善尽美，但是朝廷也无大恶呀、啊，对王公不薄呀、啊。你看王公自恃兵威。” 呃，自恃自己手下有您有我，咱们这种大军，啊、呃，就是一直是凌灭王室，这个绝对是逆子贼臣。大人您与王公亲非骨肉，亦非君臣，虽然有一段时间啊、呃、在一起共事，关系并不融洽。您如今反戈讨之，有何不可呢？那么刘劳之、刘敬轩父子帐中密议呢，岂料窗外有耳？王公的参军何旦。 他的手下有人知得知道此事了，这何参军呢，马上就密报王宫。你想反水这个事儿，岂能掉以轻心啊？可是也巧了，何旦平时和刘劳之两人关系就不好，王宫一直也知道这两位手下啊之间互相有摩擦，一文一武，就认为这个何参军啊啊，他就诬告刘将军。他不仅不信何旦之，哎，王宫还摆酒宴，呃，就宴请刘劳之，并在大庭广众当中。 拜刘劳之为兄，这刘劳之比他大，因此呢，精兵金甲啊，全部交给他指挥。当众，这个做法对于王公来讲完全是死催。为什么？王公平时啊对待刘劳之大大咧咧，只以自己手下部将、手下一般武将这种态度来轻慢的对待他。听了何旦之的报告之后，你说你王公竟焉一反常态，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拜刘劳之为兄，如此的态度急转。 忽而天上，忽而地下，这反而激使这位刘将军刘劳之啊心中更加疑惧，加速这个造反。王公呢就派刘劳之与这个帐下都督严颜一起出征，没走几里地，刘元之啊就当地斩杀严颜，向朝廷啊投降。朝廷是谁？朝廷就是会稽王这个司马道子一方嘛。同时，他派他儿子刘敬轩和女婿高雅芝率领禁兵持环，就直捣王公大营。 对此，呢，王宫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军事准备。当时正在城外检阅军队，忽然就看着穿着本军军服的兵马杀到面前。当时他手下那些护军一下就跑散了，他只得单人独骑向曲阿的方向奔逃。但这位大名士王宫呢，平时不怎么会骑马，颠了数里地，就把大腿两侧蹭得鲜血淋漓。幸亏曲阿那个地方有个从前老部下叫殷雀的，不忘旧情，划着小船啊、呃，带上王宫。 准备送他去这个桓玄那地儿避难，半路呢，这两个人忽然又遇见阴雀从前一个仇人，呃，钱强，所以仇人路窄就在这儿了。这个钱强呢，曾经先前因为这个偷税漏税啊，被这个阴雀处理过，心怀怨恨。如今呢，看见阴雀划了一船，船中有人，他就知道肯定那是王公，他马上就向政府军告发。因此呢，王公阴雀两个人马上啊就被朝廷的军马抓获了。 押送都城建康，还没来得及入城，这王宫，他会计王司马道子马上就下令，在建康东北郊这个泥塘一带，把这个王宫就地斩首。说王宫这个人啊，本性还是非常抗旨的，非常直率的。呃，这名士长得又漂亮，善于清谈，一直以天下为己任。但这个人志大才疏，他就根本就不体恤下情，没事又迷信那些佛道。 疲老百姓，而且他在北府那任上啊，大修佛寺，因此呢征调那些民夫，致使百姓对他都非常有怨恨。但是如果我们读《世说新语》，说有一个人灼灼如春月柳，啊，这个人望着就跟春月下漂浮的这个柳树那样，这么美好的身姿啊,啊，这个人指的就是这位王大人。年轻的时候呢，王公还身背鹤氅，涉雪而行，就踏着厚雪在那儿披着鹤氅走。 当时那些大名士望见他，都大叹此真神仙中人也。不过呢，王公呢，从政治方面来讲，还是中看不中用，选人不当。你看，误用刘牢之，最终呢，等于是自取灭亡。无论如何吧，这位东晋的名士呢，在临行之时也算条汉子。你看被杀之时，还在高声朗诵佛经，而且自己呢，还理自己的虚鬓，哎，表的这个神情不丝毫惧容，而且他对。 奸情的那个官员还讲：“你看我这个人呢，就是偏信于人，所以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如果推究我的本心呢，我是对社稷啊，这个皇帝完全忠心的。百代之下，希望有人知我王公真心。”王公被杀，王公五个儿子，王公的弟弟王洵以及王公的一个侄子，呃，都是当时这个同时一起被斩首了。 唯独他有一个庶生子，当时年纪还比较小，寄养在乳母家。哎，王公从前的下属呢，就把这小孩子呢，偷偷的送到桓玄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人就得以呃活着，等、哎、于就留此一脉。那么后来桓玄执政了，王公才被平反。那么告发王公和殷雀那个钱强，以及抓捕他们两个人的那些这个那些那个立足吧，后来都被腰斩了、哎。所以也算是一报还一报吧。 咱们再说回啊，晋朝这个会稽王司马道子方面，那么司马道子父子呢，确实没有食言。王公被杀之后，呢，就马上封刘牢之为都督允清,清济幽滨徐扬州啊，晋陵驻军事，就把王公从前的职位，原封不动啊，转封给刘牢之。王公死了，但殷中宽、桓玄、杨全期等人，他并没有遭到挫败啊。这些人已经分路逼近了五湖和石头城。 愤愤上表为王公诉冤，就要进庭了，马上把刘劳之给弄死。刘劳之这个时候理直气壮，他就率领北府军的禁足啊啊直奔健康，在新厅扎下大营。桓玄、杨千七呢，见北府兵一来了，马上惊惧失色，他们都特别害怕北府兵，赶忙退到哪儿？蔡州。这蔡州距离健康数十里地，但殷中堪的数万大军倒没怎么被刘劳之吓倒，依旧。 把、呃、这个向这个京师方向不慌不忙的逼近。你看，京城这阵儿大军临近了，哎，左卫将军桓修出来了，他就替司马道子出主意。桓修是谁呢？桓修是桓冲的儿子，是桓温的侄子，桓玄的堂兄。你看，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如此纷杂，同宗同族，甚至亲兄弟。 也站在不同的营垒，互相琢磨算计。你想桓玄这边攻打京师，这个桓修出来又为京师的司马道子出主意，怎么抵制这个桓玄？桓修怎么说呢？桓玄、殷中堪等人一直是以王公为主谋，现在王公都死了，军中夺气。如果朝廷予以桓玄、杨全期两个人高官厚禄，这两个人心内必喜，他们和殷中堪啊肯定离心离德。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趁机除掉殷中堪。司马道子一听，哎。 这个方法可行，马上以朝廷皇帝的名义，哎，授予桓玄为江州刺史，把那个西晖啊召回朝内任尚书，然后任命杨全七呢带领呃代替那个西晖啊为雍州刺史，哎，又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把这个殷中堪啊贬了，贬为广州刺史。你看，这么阴险的离间计还挺成功的。殷中堪看到诏书之后大怒，他就命令桓玄、杨全七，你赶紧进兵。 桓玄啊，包括杨全基啊，这两个人这个时候犹豫了啊！你看，觉得现在给我们朝廷给我们这个官毕竟是皇帝亲自下的诏书啊，这不错啊，因此，他们就在当地徘徊不进。殷中堪这个时候就更加残怒，知道这次出兵啊，已经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了。他马上呢，提军从五湖南归。但这个殷中堪这时也来招阴的，来招毒辣。 他就派人向屯在蔡州的桓玄、杨全期手下的兵士散布言论，就说：“你们等着吧，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归顺跟我走，我回到江陵之后，把你们在当地的家属全部杀掉。”这就赤裸裸的威胁了。这招还真灵。杨全七的部下一听这个事儿，立马两千人就开逃了。桓玄这个一听杨全七手下人跑，了，他自己也害怕自己手下发生兵变，立马引兵西还，马上追上这个殷中堪。 呃，陈说自己绝对没二心。你看，现在大家又在一块儿称兄道弟了，然后呢又饮血酒为盟。同时呢，殷中堪、桓玄,玄、杨全七三个人还三次在共同联名上书，就是替王公诉冤，替殷中堪这个将职打抱不平，并指斥桓修为小人。司马道子这个人啊，就是会稽王，确实是个瞬息万变的庸下之才。你说这阵儿都退兵了，敌方都已经分化了，哎，他又害怕了。 他就把为他出主意的桓修给罢官，又恢复阴中堪的荆州刺史职务。然后呢，还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未遇一番，以求和解。你看，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这个队友和领导。桓修这个人也是枉做小人，被朝廷指斥为什么呢？专为身计，贻误朝廷。哎，阴中堪、桓玄、杨全军三个人看似铁板一块，但经过这次战事，他们三个人当中。 又起了互相这个图谋之心。杨全七呢，这个人呢又特别彪悍，啊，这个特别勇武。桓玄呢，他自恃才地，有才啊，他的地望也高啊。你想，他桓氏家族，他对韩人出身的武将总有不屑之意。于是呢，这个杨全七就暗劝殷中堪，啊，把这个桓玄杀掉。殷中堪方面倒不是不想杀桓玄，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他觉得桓玄也不是一好东西。 但是呢，他又呢心中暗记自己的手下杨全七这兄弟也太勇健了，你说真把桓玄杀了，就没人牵制这个杨全七，啊，这兄弟二了，所以呢，他也一直没下手。最终呢，这三个人率兵各还本阵，内心深处呢，他们各自都想除掉对方。你看，虽然又化解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但会稽王司马道子呢，这数日之内啊，经济不止，染上重病了。 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呢以酒当药啊，天天狂饮不止。司马元显呢，就他的世子了。这个时候知道他的父亲在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威望，他就唆使朝廷，实际上就是他把持的那些这个，呃，书的那些官员啊，现在都归了他了嘛，就解除了司马道子啊的那个重要的职务，什么重要职务？司徒、扬州刺史这个实职，然后他自领扬州刺史。 我是是，嗯、所以说这个司马元显是真正的实力坑爹。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你想这两个人亲为父子啊，哎，竟然也为了权力如此请压，可见东晋朝廷啊，确实是政治混乱至极。那么接下来东晋朝廷内部又会发生什么内乱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